仲翻紧学嗰阵时，其实对到校服都麻麻地，冇话特别中意。但系到而家中学已经毕咗业两年，套校服仲收埋紧喺自己个衣柜度，冇抌到。因为佢而家已经对我嚟讲变成咗一个回忆，记录咗我六年嚟嘅中学生活。我会以香港中学校服为题目，唔系话着重于要令大家深入了解香港校服嘅历史或者系变迁。比较多是展示给大家看，其实香港的校服是有这么多的种类，这么有特色的。那个封面的话，其实就参考了一些时装杂志，标题9月1都是指的话，因为9月1就是全部人上学的日子，那那日上学个个都会穿校服，所以就以9月1作为这个标题。还有我做这个题目的对象已经是中学毕业了的人，所以会希望他们看完这本书之后会回想起自己的中学生活，带出一种怀念的感觉。